乡亲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恭祝大家春节愉快！来，我是曾淼红曾教授哈，电机博士，来这边呢跟乡亲呢交换智慧了，交换什么智慧呢 ？Headline， 从法国里昂协助中共设计 P4 病毒实验室，看。中共自行修改设计，到此次武汉肺炎是天灾不是人祸。哎呀，真是绕口，真是绕口。来 ，headline 从法国里昂的 P， 从法国里昂协助中共设计 P4 病毒实验室，看中共。自行修改设计，看这次武汉肺炎的病毒哈，是人祸不是天灾，哈，要求我是这样子了哈，中共哦习惯于哈弯道超车了，哎，蔑视人家的智慧财产权，然后呢弯道超车就是 copy 人家的了哈，啊是这样子了哈，刚开始呢法国哈。协助中共哈设计哈 P4 病毒实验室，这个病毒实验室，这个 P4 的病毒实验室哈是世界等级最高的。那里面所有的硬体的设计的 layout 哈，哎，它有人家的思考逻辑呀。然后呢，中共呢为了遂行哈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啊，我们知道哈，即使台商也是一样。到了中国，国外的公司进入中国，你只要员工超过10个、20个，啊，可能呢，中国共产党就规定呢，你要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啊，哦，啊，就这样子，法国里昂本来协助你设计所有的硬体，啊，硬体完了之后呢，事实上呢，哎，中共哈，他自行修改设计，自行修改设计完之后呢，所有。人员动线的作业，人员作业的 SOP 啊，哎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嘞。人家的 P4 病毒实验室哈的标准的作业 SOP 哈，哎，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支部的加进去啊，整个标准的作业的 SOP 哈，全部都灭失掉了，灭失掉了啊，所以说哈，导致哈这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入、哦、中国共产党支部呢，以便利于、哦、人民解放军哦，对这个 P4 实验室呢，能够遂行去管理嘛，控制嘛，啊，所以说、哦、导致这个病毒实验室哈、哦，哎，标准的作业的 SOP 哈、哦，没有了，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啊，导致呢这次哈、哦，这次的。武汉的肺炎病毒哈，在这次的中国生命呢，在这次的中国生命哈，这个在这次的中国科学生命科学里面就有刊载啊，这是武汉肺炎的病毒哎，这个中国科学哈生命科学哈这一期的 journal 英文版的哈，他们就报道这一次武汉肺炎的病毒哈。在自然界里面根本10000年也产生不出来了。最关键的四个蛋白最关键的四个最重要的四个关键的蛋白被替换了。这个在自然界里面根本不可能产生，这是一个在实验室里面被合成做出来的。哎，因为武汉病毒实验室他的标准作业 SOP 没有了，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弄的。然后呢，被注入病毒实验的动物，比如说鸡啊、猪啊、蝙蝠啊，或是毒蛇呢，哎，可能跑出去了，甚至被倒卖了，甚至于呢，被跑出去以后呢，被人家抓到，换到。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给卖了，或是呢被蓄意
的放毒了，有没有听过啊？人家讲说哈，这个被打入实验病体的动物，它被倒卖了，倒卖了啊！所以说哈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这次的病毒哈，它并不是哈产自于自然界的，产自于，甚至于哈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就说哈，被注入了艾滋病毒。要求啊，但是呢，印度的这个科学家所写出来这个被注入艾滋病毒哈，隔天这个 journal 就马上把它拿掉了。那我的意思哈是说哈，人家李阳，华国李阳协助你做出哈 P4 实验，病毒实验室最高等级的 P4 病毒，因为这个病毒实验室哈，它都有黑洞的设计呀。可是哈，中国人哈。弯道超车，他们搞不清楚人家做这种黑洞，所有的病毒你即使跑掉了，也透过这种黑洞的硬体的设计哈，让所有的病毒回归到某个地方，他们可以收拾掉，不是啊？结果呢，硬体自行修改设计，软体标准的作业的 SOP 呢也没有管制好，所以说武汉肺炎的病毒呢，这个哈在实验室里面合成出来的病毒呢，更加具有传染性，毒性更强，比前面的 SARS 哈看起来像 SARS， 但是其实不是 SARS 啊，所以说哈这怎么办啊？所以说哈这个只有一句话了，台湾人。现在全世界，而且中国哈隐匿疫情，好隐匿疫情，掩盖疫情，到已经全世界已经不可收拾的地步了，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啊！所以说，台湾人，全世界至少有62个国家哦，现在哦对中国共产党哦统治下的中国哈，只要从中国出来的。哦、他们都进行管制啊，他们都进行、哦、这个非常清楚的管制啊。那台湾呢？台湾人要小心了，台湾人就要小心了。好在、哦、台湾还至少还有一个台湾海峡之隔，但是从中国出境回到台湾的台商就要好好管制了，真的要好好管制了，因为、哦、这个病毒比想象的还要强，比想象的。甚至有患者，他已经14天了，已经被隔离14天了，没有发烧啊，没有喉咙痛啊，什么病患都没有，一放出去19天，病毒显现，当场就倒在地上了。甚至有讲一个，深圳有一个小孩子，18、19岁的年轻人，他想说哈、哦，这个换个寒假，他去做那个外卖的。就是 Panda， 像台湾的 Panda， 外卖 的送啊 的配送啊，他挨家挨户啊，你要叫咖啡，你要叫什么东西，他挨家挨户配送，18、19岁，他才换个寒假，他身体活蹦乱跳的，人家说哦，这个家伙是武汉肺炎的代言者，那我就跟你讲，这个小孩子呢，从头都没有病。他也搞不清楚这个外卖的配送啊，这种哈、哦，外卖食品的配送是高风险的行业。他本来是身体健康的，活蹦乱跳的，他挨家挨户配送，结果配送到哈、哦、被管制的武汉肺炎的，已经感染武汉肺炎的客户哈、哦，因为他被他哈、哦、居家隔离，结果呢，他送外卖。就一送进去拿回来，送进去以后呢，收了钱出来，哇，被感染了。他是无辜的受害者。这个小孩子年轻力壮，18、19岁，你要讲说他是代言者，事实上呢，他也是无辜的受害者。他在过年前两个礼拜就开始一直外卖，一直送，胖打，一直送。人家讲说他挂了，他也是受害者啊，所以说哈。台湾人这下要小心了、哦、也没有人知道说 Panda 的外卖 的派送、哦、是一个高风险行业、啊、他
在外卖配送的过程被居家隔离武汉肺炎居家隔离的患者传染到了，就他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现在哈、哦、湖北人呢、哦，湖北人麻烦了，湖北武汉麻烦了，解放军呢、啊，解放军都进城了，而且哈、哦，叫你停下来，叫你停止，你有什么嫌疑？你没有戴口罩，甚至于开枪啊，打死人了，开枪也打死人了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台湾人要注意了，这是明显的小英政府，你有没有能力？现在台商可能源源不绝的要回到台湾这块土地，哎，中国共产党，哎，你要回去最好，通通跟你回去啊！哎，这一车一车一部飞机一部飞机这样源源不绝的让台商回到台湾来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做好武汉肺炎的管制？哎，这个很麻烦的，全世界都震惊了，都火大了啊！所以说哈、哦。台湾的小英民选政府，你有没有能耐抵制、哦、做好这一次的防疫工作，甚至于我们台湾人也要自己、哦、注意了，只要外出的话、哦、戴口罩，到人多的地方戴口罩，回家勤洗手，回灶洗手。以上、哦、是我针、哦、对、哦、这个武汉肺炎在全世界引起的啊，尤其哈、哦，最重要就是说哈、哦，中国人嘛，啊，投机取巧嘛，弯道超车嘛，人家跨国里啊，协助你盖的批货病毒实验室，最高阶的病毒实验室，人家每一个 layout 的设计都有人家的思考，哎，到最后你们就自行修改设计，就自行就这样做了。包括软体最重要的 SOP 的标准作业流程，你也没有 follow， 也没有搞不清楚状况啊！哦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导致这是武汉肺炎的传染已经蔓延开啊！所以说哈、哦，在这边呢、哦，再次跟台湾的乡亲哈、哦，要注意一下哦，戴口罩，外出戴口罩，然后呢，勤用肥皂洗手。以上是我曾淼红曾教授电机博士在这边呢，跟乡亲呢。交换智慧 ，OK。如果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到 YouTube 这个右下角做个订阅，然后小铃铛按下去，只要有我互动的内容，他们就会告诉你。以上，曾淼红，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